哇，好辣！哇，感觉到它从我头皮那里往上冒出来。陈真苑吃播大翻车，生无可恋，被拉到表情管理室背。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。因录剧偷偷藏不住泛红的陈真苑，除了会演戏，写新人设也深植人心。日前微博之夜结束后，他开吃播和粉丝互动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鱼子特别好吃。哇，好辣！哇。哇，这怎么啊？不行，这家店要给差评。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？哇，这酱怎么那么辣？哇！哇，真辣！哇，这个感觉到它从我头皮那里往上冒出来。我决定了，今天就是这个手撕鸡配饭，我要准备吃我的四个月以来第一口米饭。这米饭太硬了，不是我想象中的米饭的味道。为什么？这个可能好一点。米饭，这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。原来米饭是这个味道，好像没什么好吃的。我不想吃。在我想象中，米饭是那种就是冒着热气，甜甜的、糯糯的、软软的，就是你在嘴里面嚼，它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。泡芙啊，这个我觉得不一般，但我不会吃，因为我这两天还要用脸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想尝一下米饭的这个味道。兔子，牛肉这个是？嗯。吃个牛肉吗？这是兔子吧？这个是牛肉吧？我没怎么吃过兔子，我刚刚以为那个是牛肉我才吃的，不然的话我不会在直播吃兔子。有点辣啊，是有点辣。哇，这个泡芙解辣，哇，这个得细品啊。这个是豆花，是咸的。这我不是说这个豆花不好吃，可能因为我今天比较困，没什么胃口，不是菜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